关！哎、过来！干嘛扯我啊？干嘛干嘛？是你心里没点底吗？厚此揽着你啊！今天啊，找你老妈退钱退货，退我十万块彩礼啊！嘿呀，娶了什么样的女人了、啊？出来出来！出来！谁呀、啊？开门啦！哎呀，女婿回来了，女儿回来了。不要叫我女婿了，我跟你女儿啊已经离婚了。我实在是供不起你家女儿啊这尊大佛啊，你知道吗？干嘛啦？怎么动不动的事又吵着架？还有啊，以后呀、啊、也请你不要再叫我女婿了，我不敢当啊，我不配，知道吗？还有啊，今天我来呀、啊，啊是非常明确的啊，退婚、退人、退彩礼，退回我十万块钱的彩礼。退什么彩礼呢？那我嫁给你几年？那你有没有折旧费退给我啊？哎呀，你这个人，我还没有听说过有退彩礼的啊！你也是把我女儿拿去、开包了，就只是要退彩礼，没有这个可能。你看你女儿浪费我多少年青春了、啊，娶她回家，啥家务也不做，就好吃懒做，整天游手好闲，整天都是出去玩，叫她生小孩也不生。我实在是等不起了，我家已经五代单传了，我老妈一直逼着我传宗接代啊，你知道吗？生什么孩子啊？生了孩子我身材变样，又没有自由。我告诉你，我才不生。我告诉你，退彩礼是不可能的，退也可以，但是呢，你要原包装把我女儿恢复到我那几年嫁给你的时候。那你十万不退，那你讲讲道理行不行？退一半行不行啊？到时候我怎么娶老婆？我还想要你索要你的拿那个抚养费啊！你把我女儿糟蹋的，你看我女儿都瘦完了，你拿钱给我，我不管。哎呀，你反而还勒索起我了！你们真是果然是一家人，什么样的老妈就是什么样的女人。哎呀，快去买吊线啦！哎呀，想退彩礼没门的，真的是女儿。哎呀，都怪你，能不能勤快一点？老妈，你也知道我从小娇生惯养的，我怎么勤快得了啊？哎呀，我真的是恼火、啊。哎，行了，不说了，我叫那个什么那个小俊媒婆再帮你找一家吧。你在家也不得行啊，到时候你哥回来看到的，又说你我纵容你。那行吧。哎喂，小俊啊。哎，你赶紧过来啊！我女儿又被退婚回来了，哎呦，我都烦了她了，都被退了好几次了啊！行，赶紧过来啊，就在我家，嗯嗯，好，走回去。等一下，就没过来，跟他走。来，阿江过来，周一华叫个人呐、啊，老是老了点，先看一下吧。你们叫他出来看一下吧。阿哲，开门呐、啊！我啊。哎呀，小静媒婆啊，嘿嘿，我看你这么老了也娶不到老婆，所以今天呢、啊，我就带个妹妮过来给你看看。哎呀，她的还有女孩子介绍啊？对呀、啊，她叫阿珍。哦哟，怎么这么年轻啊？哎呀，我就不瞒你说吧，我就跟你说实话啊，这个阿珍呢，离过几次婚，然后呢，她又是那种好吃懒做的女人，什么活都不干的，而且又爱花钱的。所以我跟你说明哦，你能接受的就看，不能接受的话我就带他走。哎呦，有什么接受不了，是不是？女人啊要干什么活呢？现在女孩子那么少，男多女少，女性地位高，女孩子是用来宠的。如果说愿意嫁给我，什么活都不用干的。再说了，你看她又年轻又漂亮，是不是？她的前夫啊真的是一点不懂怜香惜玉，还要来干活，要做我老婆啊！什么都活都不用干，我把工资都上交给他花。真的？是啊。但是他真的花很多钱了不？哎呀，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以为这辈子娶不到老婆了，突然间给我介绍一个这么年轻漂亮的，只要他愿意，我样样都可以迁就他。你确定愿意？是啊。不干活，不做家务，我还不生小孩不？不生小孩呀、啊？哎呀。也没关系了，能暖被窝就可以了，总比没有好啊。那你们两个都愿意，那就成了、啊、那就明天去办个结婚证。我没有问题吗？那我也没有问题。哟，那我就高兴坏了。我不瞒你说啊，
我家里面准备了十多万的，就是想娶老婆用啊，那个彩礼少不了的啊。好，那既然你们成了，那没我什么事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呀，那行，改天我就上门答谢你啊。好，那要不直接住下来吧？啊，可以啊。到时候啊，你搞那个猪楼大一点给我就行了。那没问题。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，你就自己住下啊。好好，我给你收拾一下房间啊。来，进来了。过来。哎呀，你推什么推呀？放开我！要不要？放开我！哎呀，谁呀？哎呀，女婿回来。人家叫我女婿的，我配不上啊。怎么了嘛？女儿又怎么了嘛？我跟你说啊，今天我是过来呀、啊，退钱退货的。哎呀，我跟你女儿离婚了啊，人。还给你，把彩礼退给我。还是什么嘛？两夫妻床头吵架床尾和，退什么彩礼？8万块啊！结过几次婚了，还要我8万块的彩礼？结果呢，娶回去啥也不干啊！我感觉是拖油瓶，娶了一个拖油瓶、啊。哎呀，阿哲，你当初怎么说的一句话？哎呀，我啊，只要啊。我你不生孩子也可以，不干活也可以。你那是拿来宠的，我的女儿十指不沾阳春水。你现在跟我说退货，我退个毛线给你？那不是结婚之前我就已经说得清清楚楚的了啊，说了什么都不干的啊，现在怎么了？结婚前是甜言蜜语啊，结婚后那是柴米油盐酱醋茶，要过日子的，是不是？啊。你什么都不干，班也不上啊，就知道花钱，而且还是大手大脚的，谁受得了你啊？结了婚，为人父母啊，就要改变一下，就要以家庭为重，整天呢就知道刷手机啊，还拍一些美颜照啊，看那些偶像剧，然后拍那个自拍照发到网上去，给谁看啊？整天还沾花惹草的，谁受得了啊？哎，谁受得了？你当初你不是你说，哎呀，我只要有个人女人给我暖被窝就好了。哎呀，你现在来这里嫌东嫌西了。行了，赶紧退彩礼，哪怕你不退8万，你退我5万也行。毛线都没有，来去哪里滚去哪里滚去哪里！我跟你说，你还想这退那的？那就当作我倒霉啊，花钱买了个教训。我看呐、啊。以后谁娶女儿，你女儿谁倒霉？嘿，像谁嫁给你谁才倒霉呢？像你这种男人呐、啊，养不起一个女人呐、啊，休想娶我女儿。哎呀，哎呀，你也是，你看吧，好了吧，就不能改改？改什么改啊？我哪里改得了啊？是这个男人说话不算数。哎，妈妈，我回家住吧。啊，住个屁！我打电话叫那个小静过来帮你介绍那个媒婆，再不介绍的话。能行吗？不介绍了吧。喂，小静啊，你赶紧来我家一趟啊！啊，行，我在家等你。嗯，呀，怎么这么久啊？哎呀，我要干嘛啊，炮神？哎呀，小静啊，你女儿怎么又回来了？又被人退货回来了。哎呦，我都拿她没办法。你能不能再帮她再介绍一个？哎呀，我跟你说啊，我也是服了你女儿了，再叫我去介绍，我都帮她介绍多少个了。人家个个都知道啊，远近闻名啊，都知道你女儿啊，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啊，还有小孩也不生了，我无能为力了。哎呀，小俊啊，这次我们少收一点彩礼嘞。就算你不收，这种女人啊，永远不改的话，永远呐、啊、都嫁不出去。还有啊，就算人家娶了她，你看，还不是被人家退回来了，是不是？哎呀，能不能改一下？哎呀，这么久的毛病，哪里说改就能改呢？那都是啊。那我无能为力了，你们看着办吧啊、哦。哎呀，不是小静啊，哎呀，还是帮一下嘛。哎呀，我帮不了了。那我，你又想在家里啃老啊？那我没地方去了，老妈，你就让我回家住吧。哎呀，回家住，人家那个小静今天，以前都介绍那个掰酒的给你，也要退回来。我现在怀疑啊，现在流口水的我都觉得不会要你了。算了，你等一下。我妈，你干嘛？不要妈了，你自己